听说陈奕迅没架子，平易近人。最近见到一神又一次验证他 nice 性格好的一面。陈奕迅和工作人员现身台北街头，因为当日飘雨，工作人员已撑好伞为这位举行服务。但陈奕迅并没有劳烦他人，而是改自己撑伞，仿佛还示意为一旁的工作人员撑伞。见跟在身边的工作人员没伞走在雨里，忙招呼到自己伞下。哎，不错，哎，很不错哎。对于前来送行的工作人员，陈奕迅也是耐心寒暄并一一道别，没有一点大牌脾气。到达地点，雨势渐大，短短一段路，当快和路人相遇，陈奕迅雨中稍作停顿，让路人先行通过，这个细节真是有点暖呐。人们总是说以小见大，明星身上的一些小行为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素养，光有职业技能人品不及格是很难混到大咖级别，并长期保持路人好感度的。陈奕迅为你打call。